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市场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画作的时间机器，市场的历史穿越游戏；二、画廊的秘密花园，市场中的隐世珍宝；三、雕塑的悠游卡，市场的艺术通行证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作的时间机器，市场的历史穿越游戏。各位同好。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些悬挂于博物馆和画廊墙上的时间机器画作，这些不需插电的奇妙装置，能够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长河，体验过去的市场风情。准备好你的想象力，我们即将启程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，当时的市场比现代的股市还要热闹。画家们如同当代的时尚设计师，一幅幅作品就像是最新款的 iPhone，每个有钱的贵族都想抢先拥有。达文西的蒙罗丽莎。 那神秘的微笑，其实是他知道自己价值连城的自豪表现。而米开朗基罗，他在西斯廷教堂的天顶上作画，简直就是当时的高空作业先锋。跳到十七世纪的荷兰，那里的市场更是繁荣，画作不再只是贵族的专利，中产阶级也开始加入收藏的行列。伦勃朗的夜巡，其实是当时阿姆斯特丹市民自豪感的集体自拍。而维梅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，那耳环可能是十七世纪版的 AirPods。 每个时髦的荷兰少女都想拥有。再来，我们穿越到十九世纪的法国，印象派画家们在市场上的地位就像是现代的独立音乐人，他们不满于传统的艺术市场，自己开办沙龙，就像是在地下室开派对。莫奈的《日出印象》就是在这样的派对上首次亮相。当时的评论家看了作品后，嘲笑说这只是个印象，没想到这个名字竟然成了整个艺术运动的代名词。到了二十世纪。 画作的市场就像是股市一样，充满了投机。毕卡索和达利就像是那时的科技股，价格飙升，每个收藏家都想要分一杯羹。达利的画作中那些软绵绵的时钟，可能是他对于时间价值的一种投资隐喻。毕竟在艺术市场，时间就是金钱。现在，当我们站在画廊前，看出这些穿越时空的作品，我们不仅是在观赏艺术，也是在翻阅一本无字的历史书。 每一幅画作背后都藏住当时市场的秘密，等待住我们去探索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在博物馆前停留，记得你不只是在看画，你是在和历史对话，而且是免费的哦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画廊的秘密花园，市场中的隐世珍宝。各位艺术爱好者、收藏家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里的网络漫游者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虚拟画廊。今天，我将带领大家探索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画廊的秘密花园，市场中的隐食珍宝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点幽默。想象一下，画廊就像那个在派对上总是穿着黑色高领毛衣，角落里喝着红酒，神秘微笑的人。你知道，他们一定知道些什么，但他们不会轻易告诉你。画廊的秘密花园就是这样，它藏住那些不经意间才能发现的艺术珍宝。这些隐食珍宝，有时是未被发掘的新秀艺术家的作品，有时是被遗忘的大师的佳作。 他们就像那些在二手书店里发现的珍贵出版书籍，或者在跳蚤市场淘到的古董珠宝，需要有眼光、耐心，还有一点点运气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这些秘密花园是如何运作的。画廊的工作人员就像是艺术世界的园丁，他们精心照料这些作品，让他们在最适合的时机绽放。他们会在私人展览中悄悄展示这些作品给那些知道的人，就像是在秘密社团中传递暗号一样。有趣的是， 这些秘密花园中的珍宝，有时会在拍卖会上意外出现，让那些精明的收藏家们惊喜不已，就像是在寻宝游戏中突然找到了关键线索，让所有人的肾上腺素飙升。当然，这些隐藏的艺术品也会引起一些争议，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它们的真实性，或者是它们的来源。但这正是艺术市场的魅力所在，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有时比作品本身更加迷人。最后。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经过时间考验，从秘密花园中走出来，最终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的例子。这些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的艺术性，更在于它们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影响力。所以，下次当你走进一家画廊，不妨试着寻找那些隐藏的珍宝，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一个充满惊喜和发现的秘密花园。只是别忘了要保持一点幽默感，因为在艺术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雕塑的悠游卡，市场的艺术通行证。各位亲爱的艺术爱好者，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——雕塑的悠游卡，市场的艺术通行证。这个概念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雕塑界的 VIP 快速通道呢？其实这里的悠游卡并不是我们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时使用的那种卡片，而是一种比喻，指的是雕塑作品在艺术市场中的流通和认可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点幽默。 想象一下，如果雕塑真的需要悠有卡来进入市场，那么米开朗基罗的《大卫》可能就是持有终身荣誉卡的 VIP，而达利的《记忆的永恒》则可能拥有奇幻旅程卡，因为它总是带领我们进入超现实的世界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正经的谈话。在艺术市场中，雕塑的悠有卡其实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，这包括了艺术家的名声、作品的历史重要性、艺术品的稀有性，以及当然还有作品的美学价值。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件雕塑作品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畅行无阻。举例来说，当一件雕塑作品被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高度评价，或者被一家著名的博物馆收藏，这件作品的市场通行证等级就会提升。这就像是你的悠游卡突然被充值了，可以让你更加自由的穿梭于各大艺术交易场所。但是，艺术市场也是充满了变数的。有时候，一件看似普通的雕塑作品，因为某些意外的事件或者市场的炒作， 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，一夜之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。这就好比是你的悠游卡突然之间被赋予了无限乘车次数，让所有的闸门都为你敞开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默默无闻的雕塑家和他们的作品。他们可能没有华丽的悠游卡，但他们的创作却是艺术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们就像是那些每天在地铁站里刷卡通勤的普通乘客，虽然不起眼，但却是城市运转的基石。 总之，雕塑的悠游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，它涉及到艺术品的创作、评价、销售和收藏等多个环节。在这个由名声、金钱和品味构成的艺术市场中，每一件雕塑作品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通行证，希望能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而我们作为观众，不妨也享受这场视觉和思想的旅程，看看这些雕塑如何在艺术的长河中悠游自在。各位观众朋友们。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画作、画廊和雕塑在艺术市场中的角色和价值。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现代的艺术市场，我们看到了这些作品如何在不同时期的市场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并且受到不同的评价和追捧。我们发现，画作和雕塑不仅仅是艺术的表现形式，更是市场的历史穿越游戏和艺术通行证。 他们带领我们穿越时空，了解不同时期的市场风情和价值观，而画廊则像是一个秘密花园，藏着那些不为人知的珍宝，等待着我们去发现。在这个艺术市场的舞台上，有时候一幅作品的价值可能在一夜之间暴涨，有时候则可能默默无闻。这就是艺术市场的魅力和变数之处，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价值，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探索。 最后，我想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，你们对于画作、画廊和雕塑在艺术市场中的角色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特别的作品或者有趣的市场故事？请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想法和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充满惊喜和发现的艺术世界吧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